对于主妇来讲，担心说家具来台湾。大家好，我是考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这一次去好市多买了哪些东西。我刚刚和大家介绍这些要冰的东西，然后刚刚把它放到冷冻库里面去。这好市多这个线下通常都是挑比较大只的那一种，30到40 P 的这种，因为它这个可以做的料理非常多，而且对于主妇来讲非常方便，因为它就不用剥壳。好市多的虾子必买，再来是牛肉的部分，因为其实在好市多买牛肉比较划算，我都会轮着买。那这一次买的是五谷牛小排，那这个是比较厚一点，因为我很久没有用我宜得利的那个煎盘了，所以我想要用那个来煎牛肉。再来是这个辣味鲜虾鸡丝冷面，这辣味看起来就非常开胃又好吃，然后这是我自己私心想吃的韩国的鲍鱼多骨粥，那这个是需要冷藏的。其实我买这个粥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想要找这个高丽人参鸡粥，现在却没有看到，因为它是放在常温区的那边。看到这个鲍鱼多骨粥，然后这个很方便，它就是微波加热就好了。主要会买这个是因为它一包大概才40大卡，然后里面总共有4份。有时候会想要吃一些咸咸小小的东西，就可以加热来吃，因为感觉还蛮方便的，而且它热量也不高。它是这个加芬娜100%的葡萄汁，然后这个是粉丝在 IG 推坑我买的，他说这个不会太甜，然后又是100%的果汁，所以我就买啦。首先把这些东西拿去冰。来，我买了一箱高丽人参鸡粥，然后这里面总共有，看一下有几包，它总共有10包，然后每包110卡，我觉得它的热量也是很可以的，不是属于贪吃型，但是食量又不大，还是微波或者是隔水加热都可以。如果小朋友敢吃的话，这个会很方便，如果去露营的话，就直接这样子带去吃就可以了。像它的黄金玉米浓汤，然后每份50大卡，里面总共有32包，一大盒里面又分成4小盒，一盒里面有8包，就这样子分成一小条，感觉冬天早餐泡一杯来喝会有种幸福感。下是零食，那这个福哥哥我之前就买过一次，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它就是属于那种一打开如果你没有节制的话就会一直停不下来去狂吃的一个危险高热量零食。再来是这个小包装的米果，这个我老公之前买过一次，然后这次去特别交代我再帮他买回来。这个米果分成2个口味，然后这2个口味都蛮好吃的，有时候跟老公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开一包这样小小包的来吃，解一下嘴馋。然后热量呢这边都没有写，有时候会有点嘴馋，然后也不想要吃过多的零食的话，开一小包这个还蛮好吃的。以上就是这次的好市多分享。会烫的吗？不会烫。这个给爸比，爸比，麦克风洗澡，不要这样子。我是空罐子，那你的玉米丢掉了。
两个小时。哦，这种。自己是比较喜欢睡这种比较低的枕头，然后像这种比较高的枕头呢，就是会当作靠垫。有时候睡前我都会滑手机嘛，我就会这样子靠着睡觉的时候，就会把这颗大枕头拿到脚边。这块枕头布呢，其实是我买错，我在淘宝的时候看，我以为它是一个枕头套，没想到来的时候是一块布而已。但是我觉得也刚好了，就把它当成一个枕头垫这样子。然后我目前还是在跟小乖睡，小乖的枕头。小乖明年要上小学嘛，那我们预计是让他小学之后就跟哥哥一起睡，所以还在想说房间到底要怎么弄，到底要用上下铺还是分房间，现在还没有头绪，就是慢慢看，反正时间很多。最近我是有在淘宝上面看一些上下铺，我觉得蛮喜欢的，但是就是担心说家具来台湾然后组装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气味他们的用料没有很好，会有一些什么甲醇超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还在看就是了。但是他们造型我是都还蛮喜欢的，而且价钱也非常可爱。这个是这叫什么防尿垫，铺着比较安心。有人在问我小孩子的贝贝，小乖贝贝是他满月的时候朋友送的，然后这个好像是奇哥这个品牌，他非常喜欢，他每天都要抱着这个贝贝睡觉，我都会笑他很像查理布朗，就是史努比里面有一个角色都会有一个拖着贝贝的那个叫查理布朗嘛，那我觉得很可爱，外面是拖贝贝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像那个角色。这次一般看到都是蓝色的，对不对？然后那时候看到粉红色的，我就立刻买了。那天我儿子在看卡通的时候，就问他说：“现在看这是《鬼灭之刃》。”结果我儿子转过头跟我说：“差很多，好吗？完全出现代沟，完全没有去看《鬼灭之刃》。我只知道里面有个角色叫做祢豆子。”谁把卫生纸弄成这样？嗨，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今天会回桃园娘家去，因为主要是要
把双胞胎寄放在娘家，然后今天要和高中同学聚餐，因为我们大概每年都是十二月份的时候会聚餐一次，因为玩圣诞节交换礼物。然后前几天我去周年庆，然后买了这个，我要给你看一下这个。气垫，因为我第一次买迪奥他们家的东西，我有拿到几包这种像这样子小的试用包，那我发现他们家的保养品也蛮好用的，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小的组合，然后送了一个这样子的化妆包。其实我现在对正品这种东西已经免疫力减到很低，比如说有买一组牙膏送一个盘子那种东西，我基本上都不会买。但是他这次送的化妆包，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容量好大，而且是白色的，所以这次我就把它拿出来用。现在要化妆，先把一些东西拿出来。遮瑕、修容、眼蜜、蜜粉饼，最近很爱这个眼影。OK， 先这样子，先打底。我感觉今天上一些保养品了，就先上隔离。隔离我都会上紫色的，因为我是比较肤色不均匀。但我觉得场景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在我婆家的房间，我婆家最近也断舍离断的差不多了，都是留一些我们回来会用得到的东西，该卖的也卖了，该送的也送出去。我黑眼圈比较严重一点，所以我会上一些遮瑕。新买的气垫，这块气垫好漂亮，里面像这样子，然后味道很香。我觉得这一块的遮瑕还不错，它大概可以遮掉 80% 以上的瑕疵。像我这个地方最近长了一颗小肉芽，那它是微凸的，渐渐有点消失，但是它变得红红小小的，刚刚就稍微把它盖一下。这是准备的交换礼物。我好久没有开中立这条路了，大概应该不知道几年没有去中立了。以前高中的时候都在中立混。谁来了？喂，我要吃那个牛肉面，然后你要水饺嘛，对不对？好，你们两个都水饺。给你这个，就不是三个，所以下周就是上。对啦。好流行哦，瘦子哎！我没包，我没包，完全没听过哎。
跳是不是？那那转一圈，好，那踢前面。哇，可以了吗？可以了吗？会了吗？会的。男人来一下，好像可以，有有有，好像可以，可以有。真的真的真的，可以吗？可以吗？有有。对呀。哎呀。好了，这样子，然后再握手，就这样。你不是抢好了？年轻人哎、欸，还不够、啊，你还在抢，还要再继续。来来来，2020年10月9日，我们的交换礼物开始啦！耶！来卡数，一二，然后他们两个数，对，开卡数，一，然后。谁？来喽！耶，三号，非常实用，非常实用，但它要保固哦。好像卡，我觉得你没有很兴奋。刷电器，刷电器，刷电器是觉得还好。哎、欸，这很有我送的福，好不好？做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可以放在脚边这样子，因为很小，是很小，这还不错吧？可以可以，所以它是风嘛，不是？它是暖气，软软炉。你需要擦，来需要擦。那个操作这个，注意，哎，什么吧？好喝，不要起头，好好。哎、欸，也是你，不错哦，应该可以吧？二号是谁的？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礼物其实很难买，因为我们毕竟有男人嘛。对，毕竟有男人，为什么？这个就是还 OK， 看哪里看？先拍我，先拍我拍照，一二三，三，OK OK， 我还看不出来。面膜啊，面膜，面膜我也很，刚好没有，我有在用面膜，可以吧？气什么气什么？我想要，因为我想要买一片，买哪一种的？超多。我的男朋友，我无趣，不是他们家超好的，真的。哎，闭眼睛，等一下，到底谁闭？感觉不妙，感觉有点不妙哎。
哦，十分，真假吗？哦，不错哎，十分哎，因为我在办公室都是十分，对，然后其实我想到。好，谢谢。要什么？